the Philippine Chinese Weidui Fraternity Incorporated held its 80th to 81st Officers Induction Ceremony. 非华规税务性联宗总会举行庆祝第八十连八十一届职员就职典礼。2024年3月24号中午，非华规税务性联宗总会。甲该会大厦五楼大礼堂隆重举行庆祝第八十连八十一届职员暨青年组职员就职典礼，非华友好团体嘉宾代表等应邀出席典礼仪式。名誉主席陈荣照担任大会主席并致辞，他感谢历届主席和全体同仁在其任内的鼎力支持，相信在新届主席胡尔明的带领下，全体执行委员凝心聚力，携手并肩，非华规税务性联宗总会将积极筹备迎接明年九十华诞的到来，谱写非华规税发展的新篇章。名誉主席姚静辉担任监事员，见证硬性移交并训诲。新届主席胡尔明在致辞中表示，自己承蒙各位名誉主席的厚爱和全体同仁的支持，推举担任新届主席，深感荣幸，也感觉责任重大。相信有各位名誉主席为榜样，全体同仁通力合作，宗亲团结一致，沿着中华民族5000年光辉历程，以勤劳、勇敢、开拓、进取的精神，开启新的征程，光耀归瑞。随后，新届主席胡尔明为青年组职员监事，永远荣誉主席陈祖昌担任主讲人，菲律宾各宗亲会联合会轮值主席谢文炳，非华商联总会副理事长陈章成，非华工商总会副理事长杨良田分别致辞祝贺。期间致赠感谢盾牌与卸任主席陈荣照、监事员姚静辉、主讲人陈祖昌，然后致赠感谢状与捐献文教基金者和福利金者。执行副主席姚家乐致谢词，副主席陈长波介绍主宾席贵宾，副主席陈柱石介绍主讲人，秘书长陈长银担任庆典司仪，非中电视台副台长庄玲玲担任文娱节目主持人。当天上午10时，该会在归瑞大厦五楼圣祖殿前庄严举行甲辰年春季大典，以尽报本追远之意。该会宗亲踊跃参加，同颂祖德，顿沐宗仪。非中新闻台综合报道。